3月16号，应采儿在网上晒出 Jasper 劲歌热舞的视频，并配文道：“他也是 Bruno Mars 的粉丝。”只见抛出的视频中，小小春穿着灰色的连帽衫，随意的跳着舞，四肢灵活，看上去既可爱又机灵，颇有明日舞王的雏形。Bruno Mars 火星歌是非常有名的创作型歌手，不仅旋律好听，演出也是十分劲爆。看到视频里的小小春，姥姥心里已经是快要萌化啦，这么小就跳舞天赋初显，真是小小年纪不可小觑呀。不过好久没有看到 Jasper 的动态了，姥姥也是特别想念呢。芒果拉新闻小迷弟 Jasper 上线啦，报道。